喜欢巷弄里的那家书店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周采诗。那非常谢谢大家的支持，在我们巷弄里的那家书店播出之后呢，一直广受好评。那这次我在里面饰演的角色，它是一个比较梦幻，然后存在于别人的梦境之中或是幻想之中的一个女孩子，所以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一种挑战。然后我要随时注意自己的样貌有没有很文青很有气质，就基本上其实因为跟我本人就是有一定的差距，所以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挑战。然后呢，如果我们巷弄里的那家书店的粉丝团呢破10万的话，就会有小惊喜带给大家哦。